虞美人，春花秋月何时了。五代，李煜。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。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雕栏玉砌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虞美人，春花秋月何时了，是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后主词人李煜所作。李煜是五代十国时期最有成就的词人，也是整个词史上一流的大家。他的前半生作为南唐的国君，生活相当豪华奢侈，词多是表现宫廷生活，男女恋情或离愁别绪。亡国后，估计悲凉的处境使他的词转向了写思乡之情、亡国之恨，成就很高。虞美人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篇。公元975年，宋军攻破南唐都城金陵，南唐灭亡。李煜入宋后，始终对亡国颇有恨意。978年七夕节，李煜42岁生日，在住所聚会后妃，作虞美人，追思往事，怀念故国，并令南唐故伎咏唱。宋太宗听到后非常愤怒，遂赐毒药斩杀了李煜。这首词是李煜的绝笔，是一首怀念故国之词，是一曲生命的哀歌。美景与悲情，往昔与今日，通过今昔交错的对比，通过对自然永恒与人生无常的对比，诗词抒发了亡国后顿感生命落空的感受，并借用生动的喻体、奔流不尽的江水，表现了一个亡国之君的无穷的哀怨。全词书写亡国之痛，意境深远，感情真挚。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对诗人情感的高度概括和淋漓尽致的表达，及其极为贴切形象的描绘，使之成为千古绝唱。